变得有钱。还没有涂口红。我点了一个巧克力麦芬加热，他点了一杯中杯的热奶。你麻花呢？我买了麻花。刚才这个人才跟我说，他吃了一个麻花之后就感冒爱上我，转过头就去买了。你这还是要带一个特产回去是吧？一会儿就开。吃吃吃。一会儿就开。好喝吗？不要。我不想喝奶茶。我还是不想喝。你要开始穿你的麻花了是吗？天津吗？啊，这个，再见。你说什么？你又不是把一整包都给我？你说那就算了。本来没有排 vlog 的打算。我们那个所有的家长往后撤，撤到两边，那边也是。离开，这个离开在那个钢琴后面。快快快！哎，看不到，看得到了，曝光了，你摁一下那个屏幕，别瞎光。算了，还有能看到的，还是有颜色的。哦，这个才是亮丽的美，寸镜头。本来真的没有那个想法拍 vlog 的，实在是这些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哎呀，我好可惜啊，前面都没拍上。就是的，前面错失了前面好多美好的镜头。我帮你对一下焦。对了，哦，刚才有点过白。你知道什么叫曝光吗？刚刚那些是曝光，就是连图修都修不回来的那种。哎呀，我的头发。就是过来修个镜头。哎呀，头发又塌下去了。那边还有人。哎呀，爆了。可以摁。哇，这个好。哪个？我觉得我加入他们也是可以的。小朋友们在线打鼓。国风女团繁星少女组合，欢迎！哦，欢迎大家了啊！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宣布，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的童声队。好美呀！那你这样，你再教一下我们现场一位嘉宾，你觉得谁最聪明？嗯，举手举得最高那个姐姐。那个吗？啊！来，教一下，教一下，教一下我姐姐。我是落秋快，侬姐侬是闹人。你来短一点，有点长，没记住。我是。我省五十六个，你说的是山东话。我是五十六个民族，再连着说一遍，让姐姐学一下。我好好听，我转成普通话说一下吧。好，那他学什么呀？恶神，我省啊，我省，我记得住，我省，我省，老子，百农解农。死闹羊，我上楼在摆弄在弄死闹羊，怎么样？太难了，还不错了，不错了啊！来，掌声送给我们人，一会儿全集体受惩罚啊！那他是不是得给我表示表示啊？那你问他呀，他想让我不是过年了，得拜年嘛。他们年纪小，恭喜发财，过年得拜年啊！啊，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！
好好看呐、啊！而且他们那个衣服真的太神还原了。那是他们这个花香。我天哪！对，花香之后，就是他们表演完已经做。穿过了家乡河的古街，轻轻放你遥望夕阳斜，只因是不经意的一瞥，扰乱我思绪不舍昼夜。想化作船舟变成蝴蝶，驾起云穿过凡去茂野，纵然是群山层层叠叠，也无心再次留恋停歇。明月千里寄相思，对不对啊？对自己今天的这个表演满意吗？挺满意的。挺满意的。几个姐姐在看您表演，紧张不紧张？不紧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上过很多大舞台就。哇，心里有底了。但是毕竟是这样啊，我们还是要稍微谦虚一点，毕竟几个姐姐跟你们相比还是前辈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出道比你们要早啊。那么既然今天他们也在我们的现场，想不想让他们亲自来教你们跳一段舞，好不好啊？教我们一个舞蹈，是什么舞蹈呢？介绍一下。我们最近五六七走，转一圈，台上伸三起来，嘿，再来，好帅呀！台上伸，往前走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伸腿往前走，哇，学得好，学得好，太棒了啊！哇，好可爱，瑜伽。现在他们有都看到了吗？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想。